我是章鱼江章鱼哥。今天是1999年9月21号发生大地震，在台湾以来20周年，满20年。那今天就跟大家讨论关于921地质法、地质敏感区以及耐震相关的议题。那我会在后续的内容里面，主要是进行我写的一本书是。与不动产有关的地质敏感区这本书的内容，然后我也会跟大家谈关于921的一些历史背景，还有发展，还有我们在921灾区所拍的照片。那最后我们会谈921过了20年，那我们的耐震补强，还有我们新的房子所盖起来耐震的性能。做最后的回顾。我是章鱼江，章鱼哥。我是一个土木技师，我是台大土木法律双学位毕业，也是台大的硕士。然后我有一个芝加哥大学的 MBA，财务管理的硕士。那我本身其实家里是半岛的房子，在921发生之后，房子是补强了。在那段时间其实受到相当多的压力，因为那段时间虽然说政府让我们宽限5年，那已经过了20年了。我今天会跟大家谈关于921的一些事情。今天是921满20周年，那这对一个家里半岛的人来讲，本身同时又是建筑相关的专长的人来说，其实是相当殊意的一件事情。那个房子是我们家里的大人妈妈买的，大人其实在买房子的时候不太会问小孩子的意见啦，因为毕竟。在台湾的环境之下，即便小孩有土木方面的专长、建筑方面的专长，那我今天会跟大家谈关于不动产的地质敏感区的书，然后会跟大家分享91在灾区所拍摄的照片。那我也会跟大家谈耐震设计，还有耐震补强，在91过后的20年。那我们先来看。与不动产有关的地质敏感区这本书，这是之前我写的关于影响不动产价格的地质敏感区。这本书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了。我的书事实上，你从各个公共图书馆你可以免费去借阅，但每个图书馆它的账号不一样。比如说在台北市图书馆的话，你可以看到我之前写的书，那包含比特币啦，还有无人机的书。那这本就是影响。动产价格的地质敏感区，其他的台中市，我自己户籍所在的台中市，反而是只能够找得到我人工智慧的书。灵网科技其实它去做各个公众图书馆电子书的铺货，但是不晓得它是怎么去铺货，所以影响不动产价格的地质敏感区这本书，我是跟应用地址其实有意要一起写的，我们有电话上讨论。这本书其实是我在公共图书馆里面借阅的，热门度是最高的，因为它里面相当实用，它有相关的 Google 地图上面，我已经把相关的比较重要的这些地类活断层都放在 Google 的地图上面，你随时透过手机去扫二维条码，你就可以直接跳到 Google 地图里面，直接可以看得到你家里。比较重要的这几条活动断层，它的距离是多少？这本书讲的是地质敏感区。地质敏感区的规范主要是从地质法去做相关的规范。你可以看到地质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它是为了有效的管理国土的地质资料，建立国土环境变迁跟土地资源管理的基本地质资讯。因为受到山崩地滑，受到地震受到各活动断层的影响，还有地下水补助的影响。我的书里面其实是在地质法通过之后，地质法它第8条它有提到，土地开发行为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于地质敏感区内，应申请土地开发之前呢，要进行基地地质调查跟地质安全评估。那如果评估出来的结果符合地质法的规范，那你就可以去进行相关的。土地的开发跟使用，全文22条，它是一个很小的法典。那它里面提到了主要就是几个种类：活动断层、山崩地滑、地下水补助跟地质遗迹。第8条里面，土地开发行为里面，它是在地质敏感区里面应该要进行地质调查跟地质安全评估。
那是什么是地质敏感区？地质法第五条里面提到，中央主管机关要将具有特殊地质景观、地质环境或有发生地质灾害之余的地区公告为地质敏感区。然后地质法是授权中央主管机关去定地质敏感区的划定。所以中央地调所一直在处理关于地质敏感区的划定的类型，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有活动断层、山崩地滑、地下水土库跟地质。那我们来谈一下台湾重大的地质灾害。在921发生之前，事实上在台湾自有历史以来就发生很多很多的地质灾害。中央地象局它统计全台湾的全岛，它全年有感地震一年有1000次以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年有365天的话，一天就会发生至少3次的地震。在921发生那一年呢，就有50000次以上测站测到的地震。1867年基隆海啸是自有历史以来，我有一个西班牙人，他在书中有引述到很多人所描述到的地质现象。他说1867年12月的时候，北部地震灾害很严重，而且他看起来是发生海啸。为什么？因为基隆城全城被破坏之外，港口的潮水退尽，然后港口潮水退尽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人去捡鱼，所以后来有很多人因此应该是有受到相当大的影响。然后日本人统治的时间，因为在1867年日本人还没有来，日本是1895年才来。1895年之后1906年的梅山地震，梅山地震发生在1906年，它在嘉义民雄地区发生规模 7.1 的大地震，它造成1000多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2000多人受伤，房屋全倒，6000-7000栋半倒的数外梦。当时台湾人口是300万，所以事实上死伤是相当的惨重。这是梅山地震。车龙埔断层发生的921地震跟梅山地震，事实上它发生了1999年嘛，所以就发生了是在93年之后。在梅山地震发生过之后，比较具体有规模的地震是屯子角地震。屯子角地震在1935年4月21号发生了屯子角大地震，它是在后里清水一带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地震，因为它死亡人数有3000多人，这个数字应该是可靠的，因为日本人他们做的统计是相当详细。然后有12000人受伤，房屋近全岛近20000栋，半岛40000栋。这个地震发生在早上6点啊，所以有很多客家人早上就已经起床了，所以比较晚起床的人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屯子角地震发生的台铁的断桥就是龙腾断桥，到现在还是很有观光景点。那后面发生的比较大的地质灾害是山崩地滑，之后紧接就是921大地震。我们可以从时间序上面来看，1906年梅山地震，然后1935年屯子角地震，它是30年发生一次大地震。那事实上我们在后端就是到1999年才发生九一大地震，所以台湾地震的频率原则上大概就是30年、60年，但是我们传统的说法是说台湾每30年就会发生一次大地震。如果比较具体的来说，1999年发生九一大地震，在下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应该发生在2030年前后。1999年921的地震事实上是距离我们目前最近最大的一个地质灾害。我们从921大地震的历史资料来看，它是发生在9月21号上午，可能要在99年以前出生，大概就是民国年纪有3-5岁以上都会对于这个地震有相当深刻的印象。持续了102秒，地震规模瑞士规模是 7.3。 我们刚才讲说屯子角地震的瑞士规模是 7.1， 这个地震它有相当长的一个断层破裂，它有85公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整个车龙埔断层的长度，它造成的死伤人数是2000多人，然后有50000多的房子全倒，这跟我们刚才看到的屯子角地震来比对。屯子角地震全岛是20000户，但是你要知道那时候其实房子是比较楼层比较低啊，而且那时候台湾的人口密度也比较低。在屯子角地震的时候，它全岛921的全岛有50000多栋，半岛也有50000多栋，屯子角地震全岛有20000多栋，半岛有40000多栋。所以其实我们在地震的规模跟地震的强度即便是相同，但是跟着人口的居住的密度跟房子的数量的增加，它的半岛跟全岛的数量肯定是一定会在增加。那全岛跟半岛之外，我们其实从921发生到今天，我们
陆陆续续一直在更新我们耐震设计相关的规范跟建筑物的补强工作。2011年施行地质法，并还没有划设任何的地质敏感区，但是后来陆陆续续中央地调所，我们刚才提到无法授权给主管机关，地质法第五条地质敏感区的划定变更废止，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那本法所定的中央主管机关就是经济部，经济部下面的中央地质调查所。它从2011年还没有施行，还没有开始划设，但是陆陆续续它就开始划设了相关的地质敏感区。地质敏感区主要有四大类，一个是活动断层，一个是山崩地滑，一个是地下水补助。全台中市都是地下水补助区，就是应该不是全台中市，台中市的辖区太大，旧台中市，因为台中市现在2011年先设定，旧台中市地下水补助几乎全区都是地下水补助区。地质遗迹我们比较少碰到，我们比较常见的是地下水补助区跟活动断层。那活动断层，什么是活动断层呢？断层是什么？英文叫 fault，也就是错动的意思。所以断层事实上是土地地层产生错动。断层的种类基本上也分成正断层、逆断层跟平移断层。那我们讲说断层也有分种类，它有第一类活断层跟第二类活断层，存疑断层。我们如果从地调所的资料，比如说你在 Google 上面可以做一个搜寻，说我要找第一类活断层，那你就可以从它的图片来看相关的活断层的分布。目前有公告33条的活断层，那里面分成第一类活断层，还有第二类活断层，还有不属于第一类跟第二类存疑的断层。我们在地质敏感区里面去滤定跟划定的，还有在做地震耐震的一些相关的考量，在做结构设计，其实特别留意到的就是第一类活动断层。第一类活动断层跟第二类的分别是什么？第一类就是在一万年有发生过错动，这是第一类。第一类跟第二类的分界就是用一万年来分，一万年内曾发生过错动或一万年内产生错动的是第一类。921的特朗普断层其实是在1999年发生，所以它肯定是在一万年内发生过错动，所以它是第一类。那超过一万年，在一万年前产生的断层，或者是在一万年前发生过错动的断层是第二类活断层。我们透过在地层不同的位置产生的一些你去调查发现这些地层的位置产生地层上的不连续，然后再透过一些比如说同位素的定年，可以去定年它产生错动的时间，透过这些科学的技术，你可以去确定说它断层发生的时间点，或者是它断层错动的时间点。我们就是透过这些科学家他们所做的分析去确认这个断层是不是存在，那它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地质敏感区里面的活断层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的版本。像我们看台湾断层的分布图，这其实都是2012年，所以其实用到的版本跟我的是一样。你看在2018年的时候，它其实就墩子脚断层有公告它是活动断层的地质敏感区。那我们来看一下台湾活断层中不动产的一些热点。我其实在这边提出来了三角断层、虎口断层。特朗普断层其实是921发生错动最主要的断层。特朗普断层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断层，你可以从北丰原苗栗的南边、台中的北边一直往南到彰化、云林跟南投的边界，你都可以看到特朗普断层。特朗普断层其实是第一类活动断层，它长度全部加总是1000公里。那台湾其实到目前为止有33条活断层的公告，最长的活动断层就是特朗普断层。特朗普断层是一个逆断层，它的上盘是在东侧。什么叫上盘？就是你产生地震错动的时候，你挤压上去，它会抬升起来的是上盘，它在上盘以下的当然就是下盘。特朗普断层经过了丰原，然后大坑、大里，一直往南到雾峰，然后到草屯、中心新村。这是我根据中央地调所的资料，然后把它放到 Google 地图里面去。那我们可以在这个 Google 地图上面去看特朗普断层的位置跟我们所居住的位置
相关的一些资讯。你看松浦断层它的北起是从卓兰，这是在苗栗的南边的，然后它一直进到东势石冈这一区，在这个大坑新设的这个山，事实上你会看到一个山就代表它一定是曾经有过错动，它才会隆起，所以这个山的前缘就是松浦断层的断层线的位置所在。我们把它拉大一点，你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断层的位置，它再从大坑，它从丰原这边进到大坑，然后再下来到太平。但是如果你在台中这一带比较熟悉的话，这边其实就是一个石岐从化区。石岐从化区其实现在发展的不错，它的房子也有很多新的房子销售中或者是在新建中。即便车龙埔断层就在不远的地方，但是并没有影响到台中或者是不动产开发商对于土地使用的热情。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谈一下关于地质敏感区断层还有不动产开发相关的议题。松浦断层接着往南移动，它在整个造山运动的过程里面，它会把地层挤压，然后挤压到一个临界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断层。那在太平的地方，太平其实在台中算是相当大的一区，太平有点像是台北的三重那一带，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工业在里面，而且他们的技术在全世界相当重要。他们都不大，都是有一些是家庭家族的企业。那从这边进到，你就会看到这边就是车龙埔的名称了。为什么他用车龙埔断层？为什么车龙埔命名的原因就是这样。台中的东边陆陆续续蔓延下来，蔓延到接下来就是接到雾峰。车龙埔断层从台中的南边切过来之后，它就接进来到过了这条乌溪，乌溪的上游是日月潭。它进到乌溪，过了乌溪之后，它就进到草屯。但是现在其实草屯的不动产相当好，并没有因为断层有受到太多的影响。草屯的东边一直下来，松兴区其实整个虎山路、环山路几乎就是松浦断层所经过的地方。那921在中心新村里面也造成很大的影响，它切过了中心新村的东边，切过了大岛高尔夫球场，然后一直往南下来，过了南投酒厂，然后再继续往南切。事实上它切过了国道3号，然后进到民间中寮，然后再陆陆续续往南。它过了浊水溪，车龙埔断层保存区事实上是在竹山，它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因为车龙埔断层从那边经过之后，台大地质系的老师做了一个提议，就是我们应该要把断层挖出来，然后把它保存起来。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半圆形的场馆里面，你可以看到它挖出来很清楚的断层的样子在里面。这在全世界其实不常见，尤其是在都会地区这么近，你可以去看到一个断层样子。然后它一直往南到南投的竹山，算是车龙埔断层的最南边。它接下来就开始到别的地方去了。这边都还算是南投的县境，事实上很近，因为临近了云林。那整个松浦断层的移动，我们事实上整个中部地区最主要的断层就是松浦断层。那最近还有公告的大甲清水断层，事实上是另外一个相当不能忽视的一个断层。我们顺便来提一下大甲清水断层。我们刚才提到松浦断层是在东边，事实上你在一个造山运动的过程一定会有一段一段是在前面，所以比较前面这段事实上就是大甲清水断层。它北从大甲，然后经过了清水，一直往南到彰化，所以其实这条断层线基本上是同一条，但是它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名称。它到彰化里面，事实上它是沿着八卦山移动，在彰化以北，它是沿着清水大肚山移动。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会提影响不动产的地质敏感区的这本书，去描述看车龙埔断层它的一个性质。包含它的太阳，接下来就来看921发生之后，它一直到今天已经20年以前，给大家看一些921的照片。我们先来看一下 Wiki 上面曾经记录过的一些资讯，它的地震的概况，地震的资讯，最大的震度是在鱼池，鱼池其实就是在日月潭。然后我们从整个测站南海，台北测到5级，我们要讲震度是5级。什么是震？那这些震度的分级呢，他刚才提到921的时候是到达强震的强度，巨震是400 Gale 以上。Gale 的这个我顺便提一下，这一种加速度它的 Gale 的
单位其实就是1000 gale 等于1 g。 那你要怎么体会什么叫1 g？ g 就是重力加速度嘛。比如说你开特斯拉，你加速大概踩油门从0到100，它号称3秒钟可以让你从0到100的话，你差不多就是1 g。 那如果说我们921发生的5级的强震是 0.25 g，那它从0到100会花多少时间？大概就是会花12秒。那12秒的车子其实也不算太差啦，因为你一般加速快一点，你如果没有站好的时候，它就会跌倒。所以91发生的是强震，它是震度是5级。那在台北是5级，但是你看到南投就7级，台中也6级7级。那6级7级事实上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震度呢，6级7级就差不多400 gale， 那就是将近是你随便开一台奥迪 A4， 你把油门踩到底，然后它冲出去的速度就差不多是到你在921的时候体会到的这一种地表加速度。它后面还有提到一些 PGA 在300跟500，就是地表加速度最大的速度，但是其实地震跟你在搭超跑的时候产生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地震是瞬间的前后前后上下上下，所以它产生的灾害跟危害会比你一般我们单纯的只是单向性的去加速还要来得更为严重。新竹台中大地震，新竹台中大地震1935年就是我们讲的墩子脚地震。我们来进行到我们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谈一下921的照片。921发生的时候，我们土木技师工会马上就动员去灾区进行勘灾，那我也跟着技师工会下去做了勘灾。我的年纪在921发生的时候，我20几岁，还没有30岁，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土木技师了，我20几岁就考上了，我的运气不错，而且我可能比较会念书。921发生的时候，我除了跟技师工会以专门职业技术人员的身份去再去勘灾之外，我也陪台大地质系我的指导老师卢嘉玉教授去灾区。我们那时候其实还跟着中研院跟还有法国合作的一些学者，那这些消防片都是卢老师当初拍的。我们那个时代其实数位相机才刚开始，最好的解析度是210万像素的数位相片，所以我有很多卢老师拍的相片。我也跟卢老师已经退休了，他去年退休，我也跟卢老师得到他的许可，把这个相片分享给大家看。那我们来看一下921的照片集。